哎，要不看这边吧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你听得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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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就拍他吧，拍他不要拍我了。好，拍他，拍他。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的造型。啊，我今天呢是衣服吧。嗯，衣服是一个比较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灵感，然后也是一个运动风衣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。哦，就是迷彩加运动。哎，你是不是又瘦了呀？感觉每个人见到我的人都说是不是啊？啊，其实我没有瘦，其实脸上是，身上是。粉丝让你多吃一点，还是半路不到他的。然后你身上背的包包呢？过来近一点。包包，包包其实是一个，这个是小羊皮的一个材质。我很懂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然后是搭配了这个铆钉，红色的元素。对，并且你这是大号的是吧？我这是中号的。是，嗯，并且你呢？对，有三个尺寸，这大中还有小的，是吧？哦，小的两只，两只长这样。并且你这款好像有点比较特别的是，上面有这个军裂纹的是吧？这样是，而且它的铆钉是黑色的，你的那个是金色的。哦，黑色的包包铆钉是黑色的袜鞋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其实很软又很粘装，并且它有不同的背法，有不同的肩带，有这种细的金属的，还有一个对，然后还有像这种比较宽肩带。看照片吧，你还能够，你知道还有其他的背法？看照片吧，示范单肩背了，单肩背。你背得像中国人，好会这样。好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上班去。哎，你真的很适合当公务员。公务包，哈哈，我适合当公务员。哎，所以你看了现场这么多 Rockstar Spike 的包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因为它有不同颜色，不同的这种做法。我觉得黑色吧，然后黑色其实我也能背，你记是不是？嗯，黑色我也能背。要是重颜色的话，很难驾驭。我拿个这个颜色包出去。挺难驾驭的，所以粉丝觉得他拿这个颜色好看吗？我拿这个可爱可爱可爱。这个包的话，在袖长上就可以这样式。啊，对，还有这个可以，还有这样，是这样，手手穿到这个小。对，这种是时髦的拿法。你刚才那个是老干部。那你平时会给女生送包包吗？如果谈恋爱的话。那首先要先谈恋爱吧。那以前谈恋爱的人会送吗？以前那女朋友如果她生病了，你会送我妈吗？如果女朋友生病了，你是会说你要多喝水，还是说我给你送包包？我觉得送包比较管用，送包比较管用，对不对？应该送包，包治百病。嗯，然后如果女朋友很爱买包，就是一直疯狂买的话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拿你的卡。行吧。好的，也行吧。OK， 感觉有点勉强。你要不我们再过来看一下。OK， 其实我们这次呢，这个店里面除了这些常规款的这些 Rockstar Spike， 还有一个特别款，还有特别款。对。这个就是期限定的。你觉得这个送妈妈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妈妈应该会喜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因为是限定的，所以它随这个大包还附带一个小包，上面是手工刺绣的。这个纹身的灵感，或者应该是tattoo系列的。对，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叫 "Put a ring"， 就是哎求婚的耶。暗示一下，纹身寓意。哎，那你七夕有安排吗？嗯，七夕有安排吗？七夕啊，对啊，工作呀，工作结束了呢，休息啊，工作结束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约会啥的呢？没有啊，最近因为在拍戏嘛，然后在剧组里面。那你之前有过七夕这种节日吗？肯定有。没有。有。真的，我对这种节日特别不感冒，特别不敏感。所以你不是一个那种爱在节目搞浪漫的那种人吗？我其实没有，我要好好增进一下这种浪漫的感觉。我没有这种浪漫的性格。那比如送礼呢？七夕你觉得送什么好？七夕送花。送花。送包。对，七夕要送花，要送包。先送花再送包，再送包再送花。那如果你都计划好了，但是临时有工作，
不能陪你的女朋友，我说假如啊，那你要怎么哄她？临时有工作啊，嗯，还是送包啊？还是送包，还是送包，送很多这个包包。哎，你感觉你要，感觉你也要送很多包。那如果他说不行，他说你今天必须得在我和工作当中选一个，嗯，你要怎么办？事业型还是爱情比较重要？先工作完吧，还是要先工作完？工作完然后来再去找他。你又听到你的意思。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在微博上发了一个，就是8月10号的歌。8月10号，就明天了，就明天。对，明天什么日子啊？明天是我发行新专辑的日子。哦，新专辑要发了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对，我新专辑呢叫做《The Time》，然后呢现在发行了这个第一篇章呢叫做《15分钟的疯狂》，然后呢陆陆续续还会有别的篇章，一共有4个篇章。嗯。第一篇章呢会带来3首歌曲，然后会在明天正式的上线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哦，等等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还是觉得？你是最可爱的你是最可爱的好的好的，谢谢，要不在这边帮忙。